都是掉，这就摇的哗哗的响，啊，牙，全松了。你不能动，你要动的话，这个手铐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一上车以后，他们会把这面一只手，这面一只手，两只大手会把你压住，你就这样，前面是没有依托的。 如果我现在做错了，你们可以给他，就进入法庭，可以希望有律师为他辩护，但这些程序全都没有，每天的就是非法绑架，天天的失踪，在过去的这八年当中，对于我来讲，这种受苦的过程已经多了很多了，不会因为说，就是这点苦去流泪，我觉得就是。 真正的一种哀伤，你觉得，你仿佛不是在人世间，就是觉得人类已经到这个时候了。我们这个民族，就是我们这个至少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我们还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分歧。